お色のセンス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はね、魔術師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よ。有时候发烧到40度了，我一样躺在地上的瓷砖，然后爬起来维化。一个人很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英雄。他说画到死要把图交出去。郑文老师是一个给漫画家看的漫画家，像怪物的人吗？